看我高干只会吹嘘，用爱发电什么东西，到处吹电视才算清醒，听电听到大家没脾气，年轻靠高官真的是有够夸张，吹嘘台湾不缺电，结果全台停电，从南方到北端，商家冰箱的食材被热坏，街上信号灯把公路中交通意外，上班族电脑宕机工作失败，电梯梯突然悬停秒变吃妖怪，他们台湾搞灰石器时代，老百姓满腔怒火直冲电盖，他们把台湾搞灰石器时代，老百姓满腔怒火直冲电灵盖，台湾电力系统已经如此破败，停电的事故是因为这些动物不小心去碰触，台湾高干只会吹嘘，用爱发电什么东西，到处吹电视才算清醒，停电听到大家没脾气，我要去买开发电机，靠民进党不如靠自己，云能被拿来赚台币，我们的生活碎一地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台电亏饱要立人赚饱。